心脏不舒服啊，心脏不舒服，我又看到那个吊塔啊，往天上去了啊，又看到那个吊塔往天上去了。我现在看到这场景有点奇怪，好像高压电线啊，高压电线也跟着上天了啊，高压电线也跟着上天了啊，高压电线也跟着上天了啊，高压电线也那个一个个架子上的高压电线也跟着上天了啊。也就是说，实际上那个这个建完以后，这个大桥建完以后，里面供电，前面不是说至少可以供三个钟嘛，啊，要供三个钟嘛，如果他们，他们，地球人，实际上如果要想用电的话，你自己不搞电也可以，外星直接给电都可以，但千万不能搞核电啊。也就是说，后面可以想，我们可以搞个工程啊，搞个工程，就是供电工程啊，有外星供电啊，有外星供电啊，这好，我来负责这个是吧？外星供电啊，这样就把那个核电厂之类的早就关闭掉，现在用这个方法啊，地球人太愚蠢了，叫他们去搞石油，白送给他们，他也不会好好的搞这样的话还不如。那个风车也是瞎搞啊，风车也没有发出多少电来啊，拉几根电线下来就可以了啊，拉几根电线下来就可以了啊。好，那我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